样一个赵老师的来走进您这样的师父啊，和了解佛教有什么帮助吗？帮助可大，帮助可大。你现在了解的这个叫做知识，知识叫做 knowledge， 知识的东西它叫做生灭的东西，就是活在一种能所的对立的观念啊。后天学习的东西叫做语言文字观念的东西，那么这个叫做知识。知识，一个拥有知识的人，他没有办法断烦恼。问题出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把知识当作是真实的东西。世界上还有一种超越知识的东西，那个就不叫做知识，叫做智慧 wisdom 啊，叫做聪明啊，智慧的东西啊。那么我们现在学了很多很多的这些语言的文字啊，教书啊，没有错。那我现在请问校长，你烦恼过吗？有没有烦恼过？有没有发脾气过？有没有晚上睡不着，气到晚上睡不着？夫妻有吵架过呗？所以说吧，这个知识的东西不能解决生命的迷茫跟无明，这个就要跟你了解。如果你今天你有一年像你这样子的校长啊，也教了十几年二十年的校长，如果有这样子的基本盘来进入佛的领域，那很不得了，速度会非常的快，因为你的理解力会很强，同时在你教育的本身会做种种的实战的经验，实际的经验，那么来接触这个佛法更不得了。为什么世界人般不一样？世界人都是活在观念里面，这观念里面它就是对立的，观念里面是对立的。这个在我们的心中里面在讲，拥有知识的，比如说你念到博士，他也念到博士，他的人生的哲学跟你的人生哲学看法不一样的，那你是要尊重他呢，还是要改变你自己？现在问题就出来了。如果我尊重他，我不能实践我的理想跟诺言，因为他的理念跟我不一样，老师也是一样，校长也是一样，任何一个教育界、政治界都是对立的东西啊。那么现在用佛法的角度的观念就不是这样子了，佛法的角度观念就是改变别人不如改变自己，我要改变你不如改变我自己。所以我们之所以烦恼，会活得这么的无明，或者是这么的执着，问题是出在哪里？问题是出在没有降服自我，而一直想改变对方，这个就是生命的迷茫痛苦的症结点，就在这个地方。而我们把知识的领域当作是真实性的东西，不晓得那叫做概念，那叫做工具，工具，那个叫做攻击啊。那么攻击跟真理不一样啊，我们知识领域可以从我们身上来了解我们更透视的这个生命观，也更啊开放这个我们宇宙观的这个视野，没有错。但是这个通通叫做观念，通通叫做知识，这些观念跟知识并没有办法断除我们内在的贪、内在的嗔，或内在的痴，或者是怀疑，或者是污名，或者是脾气，都没有办法。从小老师没有教你这些，最多只能教你，比如说儒家的思想啊，礼义廉耻啊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。校长，我你要了解，我们内在里面教育包围着一层强大的无明，我们无始劫来内在存在一种习气跟无明，被后天的教育所包围。我们念小学包了一层，念初中包了一层，那么高中包了一层，大学包了一层。我因为要生存，所以我必须要教育，而这个教育问题出在哪里？问题出在我们所有的教育不是釜底抽薪的教育，它叫做表层的教育。表层的教育就是后天学习的教育，叫做一种表层的教育。表层教育不是从内心里面改革，纵然你内心里面改革，但是改革不够完全，只是说叫你做人的道理，你拿捏的进退尺度哦，让大家你也不要去得罪别人啊，啊，大家以和为贵啊，和谐社会。但是问题跟佛教讲的思想差距太遥远了，佛教讲的一切法无我，没有我连动一个私心都不行，那就釜底抽薪的处理问题。所以我们儒家的思想，它像孔老夫子的思想，
说未知生乃焉知死，对不对啊？你还哎，你对这个生呢不了解，你怎么对这个死有办法了解啊？所以因此啊，我们不了解是生跟死，老生老病死的问题，就没有办法解决生命最终的目的跟问题，没有办法。所以我们只能说活着，过着一种大家可以接受的人家的道德观念拿捏的尺度啊，这个人比较有修养，这个人比较没有修养，或者是比较不文明，只能过这样的生活。这个佛教思想是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的。佛教的处理问题是彻底的处理。今天生命的迷茫问题出在哪里？出在没有智慧，没有开悟，没有见性。所以人生呢，读了再多的书，他不晓得人生的核心价值是什么。如果我问校长说，校长你生从哪里来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你死了以后要往哪里去知道吗？不知道。那中间这个过程活得有情绪的高低潮坏，问题出在哪里？这个就是今天我们佛法解决生命最终的目的跟问题，就是这个问题啊。要不然你现在人家为什么要走出这样的路线，是不是？我们也是高学历的，读过了非常多的书，但是我发现这个不能解决生命的迷茫法的